啊，跟戒律的持守无关。那祖师如果视线一代的祖师，然后又是大师之菩萨视线，那依法不依人，就是你有他的因缘，你就跟他一样。哎，对啊，你没有那个因缘，你就应该像清和尚说的一样，要依戒，当然依佛陀所说的戒律为主。就算小小戒可舍，也跟你无关了。哎，他可舍，我干嘛还在守啊？我干嘛还在守啊？你就变成这样想法了。小小戒可舍，从来就没有说要舍哪一条戒哦。他只是说小小戒可舍，只给原则，不给内容，别忘了。这才是秘密，了解意思吗？只给原则，我还是再强调一遍，佛陀从来只给原则，不给答案，这样才对。如果给了答案，就错光光了。这样了解吧？好 ，OK， 了解，很好，还好你有问，摩多西亚。哎，刚刚有这位啊，来，请问，来这前面这位，哎，双叶超宝，这个想请问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在道场有一些状况，应该怎么处理啊？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哈，就在上个月，在阿弥陀佛这个圣诞的前后吧，就有道场贴出来告诉说要送这个无量寿经啊。那弟子就兴冲冲的去了哈，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说送的是汇集本。那所以就当然就只有默然离开了。那这个师父当然就也很好意的来问弟子说，这个我说你不是要来诵经吗？怎么送通了走？那弟子怎么讲说临时有事啊？那离开之后，当然就觉得说好像还是应该要这个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跟师父的这个对答比较恰当嘛，但是弟子想说可能也不是的，所以就这样离开，一直有这个遗憾在心里头。那想请教师父，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类似这样的状况会比较？对，这个牵涉两个，一个就是你我们的心态，我们心态如果没有什么。对抗、对立或者不恭敬，那么我们纯粹为法的话，你有时候也讲不清楚，那你就把我那个小文章，啊，劝持续，现在网络上有最新版了，刚刚才在刊登，才刊登，才准备要今天，就今天才准备刊登，那你就慢慢把它收集好之后，啊，然后列印出来也好，或者是连结给他看，这样就好了啊，就是说这是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讲啊，这是弟子觉得可信任的说法啊，所以啊如是如是。那么这在最早的时候呢，正觉经社印经的时候呢，他还特别把我这段文呢抽出来单本印。那我们用的就是康生楷本，我们不用那个汇集本，就这样。那这是佛法的，那可以说明清楚，因为这才是佛弟子可以做的。那你用恭敬心表达就可以了，当面讲确实啊有点尴尬。啊，刚好现在有文章嘛，你就传给他看就好了，这样了解吗？啊，是这样，可以的。有什么问题？哦，好，准备回向。那时间上怎样？哦，好，有没有还有问题？没关系，再给一个提问吧。好来，请问师父，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就是佛示现入灭是为了让众生要更加用功，不过他说没像世尊入灭到弥勒佛出世以来中间好像有一点隔太久了，为什么？就是你如果一直不出世他还是没有听啊，那这样对他有什么帮助吗？不是这样，是因为当然佛陀一定用最大利益行事的，这在商业上讲叫做最大利益处理法，他一定是用最大利益的。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越到末法跟佛的缘就是越薄，你在他也是赌面不相似，不但赌面不相似，有人问呢，哎呦这时代这么差，世尊怎么不赶快来，他来了会被骂惨了，网络酸民太多，你懂意思吗？你再怎么庄严的事都被他酸到臭啊，他又造业，这就是众生共业，世尊太清楚了，了解吗？所以他在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该走，是最大利益，他一定都算好了。他不该来，就是对众生最大的利益。你用意念他的方法，是最大的利益。
他如果来了，你反而不会意念，你相不相信？多少的师父，我这次才讲到一个，台湾还有一位高僧，没人知道，我的学生就他徒弟，我从来，我跟他师父还有一面之缘，啊，我还曾经跟我那个学生聊起他师父，一天谈到他师父，他就顾左右言他，不想说什么，但他师父事后证明很不可思议，神通变化很不可思议，啊，就在台湾。我们现在打算找人写传，要有空一点的话，是这样。其实相貌堂堂，欸，但是呢，在当地，在整个佛教界是被看得很 low 的，因为怎样？因为他抽烟又喝酒。小小戒可舍，刚刚那位居士有没有？他说戒就戒，他可以，当然了。他甚至什么事情他都先知道，包括总统怎么选举，谁跟谁选，第几年谁跟谁选，然后谁选上，第几年又怎样，这种大事他都了若指掌。他还说他会再来，他在临入灭，他在临圆寂前两年，他就说我现在开始，时间到了，差不多了，戒酒戒烟，就这样一句话讲完，烟酒不沾。真要真成为习性的话，这戒不了的了。他喝二三十年，你知道吗？他三更半夜去找那个黑道白道，哎，林德林舅出来约他出来喝酒的，是这样。所以风声名声尽败，名声很差，可是对他来讲就是这样，说走就。而且他跟他徒弟讲：“你是我带来的，让你受苦，你才知道怎么修。我还会再来。”那师父马上就问，那徒弟马上就问，那师父，那你怎么来？没关系，来了你看到我，你就会知道了，很笃定。他去给人家医病，他说他跟他徒弟讲，不要随便答应人家，这不对的。但是我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慢慢会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做这个事。讲完了，他就去了，看那老太太，满室都是檀香味。他的徒弟跟在旁边，奇怪，怎么里头没有人点檀香？在医院里头满室都是檀香味，好香啊！他师父就顾左右言，啊，徒弟嘛，啊，他儿子嘛，儿子孝顺嘛，点檀香。后来他私下问他呢，他儿子跟他是朋友，跟这个徒弟是朋友，你懂吗？他私下问这儿子，你到底有没有点檀香？没有啊。那你有没有闻到檀香味？有啊，好奇怪哦。师父说来，整个都是檀香味。好了，他师父就像摸那个老菩萨三个头。回来之后，泄啊泄的，整个那个马桶都是血水，叫他徒弟当场进来看他拉肚子，脱裤子给他看喽，拉血出来，然后就跟他讲一句话：这个事情以后不要随便做。讲完了没事，他就去静坐，这样子没事。然后呢，他那个朋友好高兴，打电话来跟这个徒弟讲：哎呀，真谢谢你师父，怎样？医生怎么查？从超音波查到超电波，查到什么波？再也找不到那三颗脑瘤了。就这样好了，这个老太婆现在还活着，好好的。十几年前的事，现在活得好好的，到处跑去玩。老和尚都已经圆寂了，他还活得好。结果这个人呢？这个人因此就学佛了吗？没有耶，有一点点供养，这样而已，受了皈依。看了和尚懂得合掌这样而已，这么大的神通在他妈妈身上发生了，也不过就这样反应而已。你说师尊来干嘛？你告诉我，陈玉，你告诉我师尊来干嘛？懂了吗？懂了吗？我们没福报，别废话，好好一念就对了，那是你能做的。OK 啊，好。哦，好，回向是吧？对。哦，好，回向是你们要念还是我念？哦，好，来，那啊，你不是说还抽奖吗？对，就是等回向完之后。哦，等回向完了，哦，好了，哦，来，我们一起回向哈，先发菩提心，然后再三皈依啊，最后再总回向，然后再念佛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归依佛，自归依
当愿众生，当愿众生，体解大道，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发无上心，自归依法，自归依法，当愿众生，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慧如海，自归依身，自归依身，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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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新逢观音菩萨成道日，明镜月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十兆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礼拜大悲忏暨万灯祈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7月24日星期三，8点半八关斋戒法会，13点半礼拜大悲忏，16点半万灯祈福。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斋法义，共沐佛恩。法会备有寿桃、面线，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梁皇宝忏法会，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7月27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招请。7月27日星期六至7月28日星期日，8月3日星期六至8月4日星期日，每日上午8点半礼拜梁皇宝忏。7月29日星期一至8月2日星期五，每日下午2点恭诵阿弥陀经暨慈悲施食。8月4日星期日下午2点大甘露普施法会。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法会设有普施干粮及白米煮，请提早来电洽询登记。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
第七番，石勒寺。石勒寺离安乐寺并不太远，仅仅只有 1.2 公里，位于现今德岛县阿波市土城町。然而这不是石勒寺的原址，据传原址位于聚乐寺古堂园，距离现在的地点还要以北约3公里之处。大同时代，弘法大师空海持杖行经至此地，感悟到阿弥陀如来的智慧悲愿。那时大师勘破了人间的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苦，进入了所受的十名之中，便亲手雕刻了一尊阿弥陀如来像，后来开殿建寺，命名为光明山石勒寺，祈愿借由阿弥陀如来的慈悲光照引领下，帮助人们领略净土的十种快乐，进而助其了脱生死轮回之苦。朱红色的钟楼门，色彩鲜艳，外观的特征让人想起龙宫城，其上的牌匾提着无量寿阁，在宁静的乡村中显得庄严。经过这栋钟楼门时，一定要抬头看看，其上天花板绘着华丽色彩的范围。走进明亮的珠白相间的中式大门，看到的是穿戴着红色帽子和披风的地藏尊。沿着上坡排列，大约有70座水子地藏罗列其中，颇为壮观。日本人信仰地藏菩萨为旅行者、儿童的保护者，故而常将地藏塑像立于十字路口或岔路口。日本民间流传，比父母先亡故的小孩，因为损害孝心，无法度过三途之川去投胎，被罚留在冥河边堆石头，为父母累积福报。但总会有恶鬼肆意来破坏石堆，此时地藏菩萨就会来庇护这些婴孩，在他的披风下来躲避魔鬼，因而被视为小孩的守护神。登上旁边的石阶便是中门，也称为爱染堂或片照殿，殿上供奉着蓝染明王，出自于其经，中译为爱敬与降服。爱染不动无别体，能转尘世染缘为善妙法，有增益身体健康，爱敬降服祈福，进而衍生出恋爱良缘、家庭和美、人际关系圆满之意。爱染明王的形象通常都做愤怒形，三眼代表戒定慧三德，头戴狮子冠象征降服，狮子顶上的五姑金刚杵代表有情无志，第一手金刚铃和金刚杵视为习灾，第二手弓箭表示敬爱，第三手左安腰或者金刚拳上举，右持莲花表示降服根本无明，为爱欲贪染及净菩提心的象征，故名爱染明王。此尊多以
全身赤色，来象征其怀爱的心得。步入中门后，寺庙内有很多值得一观的建筑和佛像。步道旁耸立着阿弥陀佛的塑像，还有弘法大师空海的立像。步道转弯处有座名为十三不动明王的巨大石像，是为了安抚太平洋战争中因自杀式袭击中丧生的海军飞行预科第十三班学生的灵魂而建的，以祈求天长地久的和平。进入院内，即见一座奇眼的手洗社，水石自然天成，颇具特色。石勒寺在创立之后，曾一度被称为四国北阿波地区最大的一所寺院，但后来被长中我部军的战火烧毁。江户时代，寺院迁至县治，此后木造本堂又经多次重修，而传承下来的阿弥陀佛雕像作为密佛供奉至今，巡礼的参拜者在此能感受到历史厚重和加持力。位于本堂的左侧，立有一尊慈莲的菩萨尊像，一旁的木造四角亭内供奉着修行大师和手持大剑的不动明王尊。最后是能治愈眼病的治眼疾目旧碎地藏。相传数百年前，一位孝子带着双目失明的母亲前往四国朝圣，当时他被石勒寺大师殿下的石头所吸，心中不住念诵着地藏菩萨的行咒。这时他母亲的眼睛突然变得清晰可见，从此以后这块石头就被当作能治愈眼疾的菩萨来供奉了。登上前面的石阶，就到达大师堂。殿旁的枫红映衬着木造的弘法堂，整个寺庙渲染成一幅秋红的画卷。虔诚地点上一盏心灯参拜，空海大师的悲愿仍旧如阿弥陀如来的光芒遍照其间，亦如寻旅者后背的抹字南无大师遍照金刚这八个字，鼓舞人们追寻净土的信赖，转烦恼浊为常寂光。弥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唯有念佛蒙光摄，当知本愿最为强。六方如来殊舌正，专称名号至西方，道彼华开闻妙法，实地愿行
自然章。一切の願いを